山河剑心幕后剧场，别名什么都有。燕宗主，当日苏府拜寿，你让我拿着你的拜帖前去，可有深意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只是好奇，燕宗主素日不拘小节，礼数问题好像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。老阿乔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不是怕我失去玄都掌教一职，在江湖中寂寂无名，被苏府众人轻慢？阿乔，你太可爱了。燕宗主笑什么？你拿着我的拜帖出现在苏家，很快就会传遍江湖，本座仇家满天下，他们奈何不了我，想对你下手却轻而易举。你说他们若是捉住你，会对你做什么？严刑逼供，让你默写朱阳策，还是你？好啦，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，我不过是骗骗你，你就不高兴了？当然是你想的那样，希望苏府卖我个面子，对你好点。所以燕宗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心好累啊。